听说这个生意不太靠谱，他不信。赔1万条，一条也出不来呀。
我们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应付这样的突发状况。我相信大家能够接受化危为机，也请你们相信我，听从指挥，撤离学校。同学们，我们快走，不要拉呀！同学们。你说过，人可以没本事，但不能没出息。学生现在有危险，我跑了，对得起这身衣服吗？超儿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哎呦！哎，超！哎，小姐，超，小姐，手机掉了！啊！
呀！顺着窗户到食堂，这是五楼。你爬这么高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去！
上堂赶紧问问，这里温度低，大家一定要憋住呼吸，千万别动。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出来看有没有伤了，我也不知道咋办了，二叔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个人才呀，有出息。这我知道，现在这不安全了，咱们得赶紧撤。快，你带大家先走，小心点，别踩到车。快，小心点。你还好吗？小心。酒精。好，木娜姐，动作快点。等一下，稍微忍一下。没事，没事。刘超，我现在帮你把毒吸出来。不行，你不能。什么时候了？消毒血清，麻醉剂需要吗？不需要。啊，
木娜，你还好吧？谢谢你，又救我了我一命。又开始了。没事儿，我应该做的。看看你的样子，你以为你有真的朋友吗？没有。算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也不是，没有谁喜欢你，你根本就没有朋友。什么？你这个人！
大家一起死城，点火！